全新一辑《摩罗界高谈阔论复刻版》，主持林毓华、潘启迪。星期四5月23日又到我哋录音嘅时间啦，基啲你好。系啊 ，Peter， 阿布莱今日咧当少吓，即系呢个嘅吓当值嘅，咁啊不过佢有事吓公干咧，临时改咗时间啊，咁啊好惨嘅有阵时真系啦。系唔紧要，开会嘅嘢即系难事啊吓。咁我哋两老搞掂佢啦吓，搞掂佢啦。嗱咁咧就我咧就因为你传咗好多啲吓呢啲咁嘅盛事啊，旅游盛事，天天有盛事，处处有盛事吓，唔止系日日搞，而家咧即系由旧年150宗盛事咧，而家搞到210宗，即系平均两日日咧有唔够两日咧就有一宗噶啦吓，即系日领咧就有一宗噶啦，365日啊嘛，我哋有210宗喎，吓呢个系而家起标嘅啫吓，可能迟啲仲多啲嘅吓，一路加落去噶嘛，咁所以咧平均吓就吓日领咧就有一宗盛事噶啦，咁而且咧就要处处开花，落地开花，咁咧就嗱。搞盛事係要宣傳㗎，咁我哋都知道咧，小紅書咧就影響好大嘅，咁就嚇小紅書裏邊講啲嘢咧，我哋咧嚇即係喐下咧都要回應啊，要討論啊，要關注啊咁啦，咁於是咧嚇就嚇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咧嚇文體旅遊局咧嚇就整咗條宣傳片，呢條可能唔知係咪第一條啊，以為係其中一條啦，總之我睇到。咁啊，擺咗上去我哋嗰個群組度啦。咁大班睇咗就話：，喂，即刻問佢冇睇過喎嚇，佢喺加拿大冇睇過喎，咁可能北美啊其他地方冇睇。咁我話梗係睇唔到啦，喺小紅書嗰度出噶嘛咁。咁嗱，你有冇睇過啊？嚇嗰條片？我就睇你。傳發俾我嗰段咯，就係我自己又冇睇小紅書嘅，我冇小紅書嘅户口嘅，同埋個人覺得咧，小紅書嗰啲咁樣嘅，特別有關咧香港嗰啲咧，真係有偏見嘅咧，真係啊。係啦，咁啊係偏見又好乜到啦，咁我哋都要正視同埋尊重佢嘅。咁你發局咧就啊剪呢條片，我諗都唔少錢嘅。亦都一定是內地的人同佢拍的啦，咁啊條片就拍得好靚嘅，尤其係個女主角，咁啊睇完咧嚇，我啊覺得哇，果然係想睇多次啊，起碼睇多一次，淨係睇個女主角我都滯啦。會唔會變為成為一個係選角嘅嗰啲係試片嚟嘅咧嚇 ？Audition 係啦，係啦，啊咁啊嗱，無論點咧，俾大家睇睇先啦，因為我諗啲一百自己有咧嚇，都未必。睇過嘅，因為呢條片好新嘅啫，啱出嘅啫，新鮮熱辣嘅。咁啊，監製 Francis 嗱，俾大家睇一睇條片先啊。Hong Kong 嚇，成條片真係唔係好 hard sell 嘅喎嚇，係啊，同埋係好大眾化、生活化，係咪？都係我哋日常嘅各區嘅風景嚇，由公屋到嚇，即係街市到咩都好啦嚇，即係真係平民得好緊要，但係就好靚嚇，人靚，歌靚，景靚啊，乜都靚嚇，氣氛好好嚇，係。嗯，系同以前好唔同嘅。以前旅遊協會咧，即係港英時代啦，政治不正確啦，咁咧就
啊，就係影咩咧？又係梗係喺廟宇啦，嚇、啊、舞龍啦，嚇、啊、太平山啦、啊，嚇、啊，係啦，好鎮定望落去嚇，船啊嗰啲咁啊，係咯，嗯嗯，啊嗰啲啊真係俾鬼佬遊客噶啦，咁，嗯嗯，咁而家呢啲就平民化、生活化，係嘛？打卡嚇，化嚇，即係嚇咁，即係話咧。無處咧都不是美景，嗯，無處咧都不是咧嚇，即係嚇唔好話天堂啦嚇，美景、美食啊、美乜啦、人情啊咁啦嚇咁，咁啊係咪一個好嘅改變，一個即係可以即係帶嚟一個新嘅形象感覺咧？咁大家睇完咧就嚇即係自有公論啦咁。嗱，咁啊大班話未睇嗰條片啦，咁我話喂，不如我同你今日就介紹下，即係嚟緊呢啲有啲咩活動啦。嗱喂。我你傳俾我，我睇過嘅其實報紙，不過我就冇乜留意。你再傳俾我睇咧，我又睇多一次，就覺得都幾得意啦。開始就係咧，原來呢個禮拜咧有一單嘢叫做咧火星演唱會啊。嗯。啊，哇！一睇到火星演唱會啊，火星喎、啊，真係巴閉喎咁。啊，咁咧原來嗰個主辦者咧或者嗰個教授，甚至係主持人嗰個歌星好啦，叫華晨宇啊。嗯。呢個火星演唱會咧個名叫火星啊，特別啦，喺中環嗰度搞嘅。佢話30,000張門票咧就秒速就已經係俾人搶購曬㗎啦。咁所以我哋啊睇都未睇過，聽都未聽過，更加買唔到啦，係咪？原來一出咧就已經秒速啊嚇，即係數以秒計就即刻賣曬啲飛㗎啦咁。嗯。咁佢點巴閉呢？就5.1啊，嚇啱過咗個5.1咧，山東煙台咧就招呼咗130,000個歌迷。嗯，嚇咁咧就啊，有啲咩特別咧？呢、這個咁嘅演唱會咧就唔係嗱，因為咧啱啱中環咧嗰個五月天演唱會咧，即係你有冇去？天氣咧就唔好啦，我就冇去到，我女女去過就話氣氛好好嘅。雖然咧佢係佢嗰個場咧，佢去個場咧就唔係補場啦，係正式係安排好嘅日子咧，咁係有少少開，特別開場之前咧係有灑雨嘅，但係佢話係嗰啲樂迷非常熱情嘅，係好耐心嚇，好有秩序咁等候嘅嚇。係啊，係啊，嗱，我就今年冇去。嗯，我覺得即係佢年年嚟咧，都真係啲歌迷咧非常之熱情，非常之踴躍嘅。係。我最記得就係迪士尼嗰一次，迪士尼嗰次咧就係迪士尼樂園裏邊搞個呢個五月天啊！啊，你估唔到啊！第一喺迪士尼裏邊搞 concert 咧嚇，開咗成20,000人喎。嗯嗯。第二咧就係咧嚇，好似所講啦，哇！入去啦嚇。個沿途啊，未入場之前啊，又有紀念品啊，又有熱狗啊，又呢樣嗰樣咧咁。咁、而且咧，啲人咧真係幾遠都好啦，即係都睇得好開心、好熱烈嘅。嗱，咁啊，五月天嗰、那個魅力沒法擋，呢個係真嘅。咁、今次打風落雨啦，取消嘅又有啊，落緊雨嘅又有。總之咧嚇，啲歌迷逆來順受，補翻場又嚟啊！係咯，啊落緊雨就照睇啊，取消咗就照翻轉頭咁，即係好難得啦。咁呢個火星演唱會唔會做得到呢個效果咧？唔知啊，但係咧我睇下佢咧，佢個特色係咩？就叫做樂園演唱會嘅模式，即係樂園啊，唔係演唱會啊，係樂園啊演唱會，即係咩咧？係一個遊樂場咁嘅形式，就唔係一個演唱會，即係唱歌嘅形式，同現場觀眾嘅互動一定好強噶啦嚇。好犀利啊！第一咧就有藝術嘅裝置，係嚇，咁咧就嚇，即係話咧好多點樣講法咧即係好似我哋戶外裝置咁啊！你去政府總部有啲藝術裝置啦，喺外邊啦嚇，喺東涌擺設咁啦嚇，係啦係啦，啲擺設啦咁嚇。咁第二樣嘢就有美食售賣，喺現場啊以前我哋睇戲，唔知你記唔記得睇戲都有雪糕桶賣㗎，啊雞翼賣㗎，啲戲院嚇。尤其係嗰啲所謂利舞台啊嗰啲咁啦嚇，即係嗰種咁嘅唔係淨係睇電影嘅嚇，即係睇電視劇啊，睇咩嗰啲咧，就都有嘢食賣嘅咁。喺紅館啲演唱會都有㗎，係有個係嚇。以前有啊，而家冇啦，而家係嘛？紅館真係你講啊，以前有㗎嚇嚇個中場休息啊，開場之前啊，咁一路係嚇係賣呢啲雪糕筒㗎嚇。
係咯係咯，同埋麥長巷啊，乜都有㗎嗰陣時嚇。我最記得就雪糕筒啦，呢、這個就最易食同埋最易賣㗎啦，咁嚇。咁就另外就有互動遊戲喎嚇，咁即係嚇係即場啦嚇啦。互動遊戲咧都好興㗎，你記唔記得？畫劇都有互動遊戲㗎，黃子華同埋啊呢個林海峰嗰個都嚇，即係互動到咩咧嚇？叫啲觀眾即刻拍掌㗎嚇，即係做下叫人嚟拍掌啊咁嚇。或者係未開場之前啊，要點樣樣㗎咁啊？互動得好犀利。咁啊，甚至自己揀結局啊，咁啦嚇。咁啊，演唱會點樣互動遊戲咧，就真係唔知啦。咁另外佢話啲好多視覺體驗嘅。咁而家興啲 team lab 啊嚇，嗱我哋即係喺金鐘都睇過啦嚇，嗰啲波波啊嚇，嗰啲咁嘅氣球啊嚇，嗰啲咁嘅夜晚著燈嗰啲咁嘅巨蛋啊咁啦，呢啲咁嘅視覺體驗啦咁。嗱咁一個咁嘅演唱會咧就嚇。又好可惜，我覺得啊咁快買曬飛，咁應該就冇得轉播，咁所以我哋啊呢班火星人咧點好玩法咧，就真係冇得呢個啦，冇得我哋去參與啦咁。嗱、我睇佢嗰啲唔使擔心喎、嗱係我相信咧一定會有人拍咗啲片段咧，會上去 Facebook 啊，喺微信啊會同大家分享嘅喎。係啊，希望啦，希望啦嚇，即係如果係香港未試過、未見過嘅，咁啊大家開下眼界都好嘛，係咪？係係。咁另外咧就嚇我最期望聽咗咁多個咧，我最期望就係貝月銘嘅回顧展啊。貝月銘就出名啦嚇，即係建築建築師啦，咁係嚇。係咯，咁啊香港佢嘅作品最著名嘅就係中國銀行啦，中文嘅中國銀行啦咁。咁呢個絕對係盛事嚟嘅，不過係咪即係唔係特登為呢、這個咩天天有盛事，處處有盛事嚟搞嘅？呢、這個就係根本 M Plus 一早預咗㗎啦。咁係係。咁當然我哋又唔好挑剔啦，因為政府搞咁多嘢嚇，砌呢、這個咁嘅嚇天天盛事出嚟啦嚇。都好辛苦㗎啦，咁啊梗係拉群冚自己腳啦，拉人群啦，咁你大家交功課出嚟咁，咁而家交到216個項目出嚟，210隻嘅項目出嚟俾阿夏寶龍主任咧，咁我都覺得好難得㗎啦，好難得㗎，咁但係咧就嚇。有趣的地方咧就嗱，仲有啲嘢你唔知試過未啊？佢話星光大道咧嚇就變成打卡嘅熱點，咁呢個係咪城市咧就唔知道，但係嗰啲 Line Friends 啊，唔知道你小朋友識唔識 Line Friends 啊？呢啲公仔啦嚇，呢卡通片嘅公仔啦咁。我啊，即係冇認識不多啊嚇，成日都見到嘅喺啲百貨公司啊，或者係喺商場裏邊咧，佢哋都成日都整啲大公仔出嚟嘅咁。咁但係咧，佢話咧就喺呢個海濱長廊嗰度咧，尖沙咀就首次咧就有咩咧，就有餐飲攤位啊。係嚇，咁咧就賣咩咧？賣手工啤啦，香港自製嘅手工啤啦，亦都賣香港奶茶啦，即係香港特色咧咁。唉，就呢個早應該做㗎啦嚇，唔通就係執得嗰一兩檔指定嘅係飲品檔就算咩係嘛？係啦，嗱，第一呢啲咁嘅地方，其實我所知咧嚇喺即係星光大道可能未必有，因為嗰度擺咗好多即係明星嗰啲雕像啊嗰啲啦。但係前少少咧 ，K 十一再前少少咧，其實已經有啲咁嘅攤位喺户外咧，係賣咩咧？係賣漢堡包啊，甚至雲吞麵都有。仲有一檔咧，係有羊有呢、這個有呢個綠寶汽水，有個樽掛喺度噶嘛嚇。係咯係咯，所以我又覺得即係係咪即係將我即係喺嗰個成條星光大道都整曬咧咁？咁就唔知啦。不過呢一樣嘢咧。就都入埋呢個城市咧，就唔算數嘅，我覺得。不過咧，無論如何咧，而家咧將香港打造成為文化旅遊區啊！而家。小心俗親啊！係啊，即係唔係因為即係天氣關係，天氣嚇。即係感冒源咧，上呼吸道敏感西藥又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感冒好咗之後咧，仲係咳。你試下用呢個係中藥去做翻呢個係固本培元嚇。
係啦，嗱，中藥咧，我終於尋日就去睇啦，咁又同你分享下。呢個係年青嘅中醫師，即係呢啲。喂，而家讀大學㗎，佢哋係好多係大學畢業㗎。係啊，香港大學中醫畢業㗎。咁咧就亦都係個集團經營嘅，咁我未試過啊嘛，咁我去試下啦。咁啊，佢哋就第一有把脈有成啦。係。第二咧就咧，佢哋咧就唔係煲藥材啦，就係啲藥粉啦，你翻去溝啦，咁呢個大家都要心理有準備啦。咁佢解俾我聽咧，就即係佢話點醫我咧？咁佢問我睇啲理胎啊，邊部分唔舒服啊，大便正唔正常啊，諸如此類啊咁。然之後解俾我聽就點解會咳咧？就因為有痰。痰咧就刺激咗個氣管，所以佢嘅藥咧首要任務咧就係、是先去痰，令到啲痰咧就唔會騷擾干擾個氣管，咁咧止咗呢一樣嘢先至再好似你所講嚇固本培元執翻佢咁，咁咧就嚇咁中醫嘅收費就係同西醫一樣嘅就。收藥診金咧就百幾蚊，藥咧就$95一劑，咁咧就開咗個五日藥，五日藥咧就嚇即係希望止咗咳啦，止咗咳之後先再收一個療程啦，咁然之後咧，哇！我又覺得啲推銷手法幾好，咁咧。咁啊，照計啦，係咪？診金加五日藥啦，咁啊五日啊，一日$95乘五日咯，咁。係係。咁佢咧就即刻話：，嗱，如果你同時買啲套餐咧，就買即係睇十次嘅咧，因為你又會調理身體咧，咁啊可能唔止睇，即係只可以五日藥啦，之後即係會。如果你而家即刻買咧，即係第一次去幫襯佢咧，你可以買一次過十。試的藥的價錢，即譬如$95十次就$950咯，$950就平$100俾你，值$850，呢個只是你第一次嚟睇嗰陣時先有的優惠，咁既然你諗住再嚟睇，咁就買咯，咁嚇買咗，哇咁我計下條數，咁嗰度成千人噶咯喎，咁加埋之前嗰啲睇症啊嚇，嗰頭嗰五日咁。千幾二千銀，咁啊同睇西醫專科都差唔多嘅啫喎，所以咧絕不以唔好以為咧嚇，即係喺中醫會平過西醫啊，我只係想講嘅。第二咧就中醫呢啲連鎖推銷手法咧，都係好有諗頭，即係 marketing 幾近似嗰啲叫啲好似美容嗰啲咁樣喎，美容護膚嗰啲咁啊，真係嚇。咁又冇咁犀利，即係佢十次都唔夠$1,000嘅。第二樣嘢就係、是，咁你都即係、就是、你可以即刻用咗5次噶啦嘛，即係佢嗰個 point 就係、是。係咁我話，你用咗5次，你即係得5次啫，即、就、係、是、我已經開咗5日藥噶啦嘛，咁。咁我係冇所謂啦，即係最緊係好快啲啦，係嘛？我喺九龍城咧就有一個係中醫師，我耐唔中都去要去嚇揾下佢嘅。咁就佢又係診金好平嘅，同埋你係佢嘅係常客咧，咁啊有優待，因為佢有曬啲病歷記錄噶嘛。咁啊然後咧就係又係好似你話齋啦，配我唔記得係一個好似係5天嘅，加埋大概係係咯$700到啦次客，差唔多啦，即係而家我諗都佢哋都比較過個市價嘅。你講嗰間咧，我啊知道門口啊成日都坐滿人嘅。係啊，要排隊㗎，係啊。我咧通常咧打電話預約嘅，咁啊嗰係佢又喺度食得齋啫，好準時喎，就唔係你好似去睇呢個係公立醫院咁啊，醫生約你就話嗱，你咧幾時嚟覆診啦？係啊，我未試過咧嚇，係一個鐘頭內咧係可以咧係喺嗰個嚇指定時係一個時間。鐘頭內咧係見到醫生嘅，而見醫生咧，喂，10分鐘都唔到啊！陰公真係，咁就嚇。喂，嗰、那個中醫嗰度可能係因為你係名人啫，唔關事，唔關事，唉，唔關事啊。咁佢啲所謂嘅時間擔得好好喎，真係。咁啊，非常之有效率喎。雖然係中醫師都嚇，咁啊，無論如何咧。就原來咧嚇，就深圳咧都有呢個所謂文化
博覽會啊，嚇、啊！我哋而家即係好興呢啲咁嘅博覽會咧，我哋做咩咧？就唔係淨係參觀展出啊，仲有交易嘅產品交易啊，嚇、嗯！項目商談啊咁啊，咁咧就嚇呢、這個文博會啦、啊，原來啊好大規模嘅嚇，咁啊因為深圳咧就要打造深圳成為咧所謂嚇。啊大灣區的文化高地、啊、真係你啲資料係非常有用，因為如果唔睇咧，我完全知有呢單嘢仲係二十年㗎啦，搞咗，即係好似我哋啲電影博覽會咁啦。嗱，我哋香港就搞電影啦，係咪？嚇、嗯啊，有傾生意啊，又有展出啊，又有活動啊咁啊。Film Mark 啊，我哋嚇，嗯，係啦，係啦。咁啊書展其實都係做過一啲嘢嘅，係咪？不過一路咧講起書展咧，都要打岔佢講啦，係嗰個係喺嗰個係叫做係版權嘅係授權方面嘅業務咧，好似一路都係好想做得好啲，但一路都係比較係嗰度係比較係係咯，有進步空間嘅嚇，變咗都係零售嘅多啲嚇。嗯，咁所以變咗即係嚇，反而外國呢啲書展咧，就真係好做呢、這個好嚴格喎。台灣又好嚇，德國啊邊度咧嚇，法蘭克福啊嗰啲書展都係非常之做得好嘅呢一樣嘢。香港就變咗係暑期活動，係嘛？一年一度啊，係咯嚇，因為跟住就有萬動萬節啊，諸如此類咁啦，咁啊嚇變咗係咁好嘅，即係。因為有啲集體活動先得嘅，如果唔係啲後生仔都唔知去做乜。咁但係呢個文博會咧，啊，第時有機會咧都要睇下先得嚇。因為啊，既然深圳開咗波，搞咗二十年咧，咁啊嚇，我哋而家要急起直追咧，就真係要快快脆脆呢個啦咁。嗱咁咧，而家咧就要挖啲新嘅活動啦嚇，要天天日日啊處處都有嘅話啦咁。咁啊，我哋睇報紙介紹咧就喂。原來有個有個活動啦嚇，出年咧搞喎，因為而家最近咧傾緊咧，唔知道你有冇睇報紙咧，就話咧香港有個海防博物館啊喺筲箕灣嗰度，而家就建議改名做咩咧？即九月開始就改名做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即係加翻抗戰上去啦咁。咁個作用嘅目的係咩咧？就加強推廣抗戰歷史。咁呢個咧就嚇由文化體育旅遊局搞嘅咁。呢啲係政治正確嘅修正啊！冇錯啦，冇錯，係啦。咁啊會不斷舉辦啲專題展覽廳，同埋專題活動啊。咁咧就同內地嘅單位更多合作。咁咧就會係展出啊！啊，日後咧。介紹和突顯呢啲，好似咩東江遊擊隊啊，呢啲咁嘅喺香港嘅團體啊，抗戰團體啊咁啊，咁所以咧呢個香港無處不旅遊嘅啊，無日不旅遊，以至到無事不旅遊咧，即係乜嘢都可以係旅遊噶啦嚇。無日無之，無處無之嚇，無事無之咁嚇，咁咧就所以而家政府就成立專責小組嚇，由政府內部同埋專家咧係去策劃呢啲節目。咁例如咧嚇就電影咧就可以帶動旅遊咧，於是咧就可以咧就喺搭便車咧就沿途咧就由專人介紹嚇有咩地方可以取景啊？拍電影啊？喺邊度個電影出過啊？咁聲音導航啊嘛，係啦嚇，可能有專人都唔頂㗎嚇。不過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嗱，正話講嗰個咁嘅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嚇，然之後呢個電車嚇專人介紹電車沿線嘅取景或者曾經出現過電影嘅地點咁，呢啲咁嘅嘢嚇，即係。最呢、這個電車呢、這個我就覺得最有代表性啦，因為架電車行到邊嚇都係講得即講一餐懵噶嘛嚇，咁呢個就真係無處不旅遊啦，呢、這個就嚇，即係你包括我自己間屋都可以話旅遊景點嚟嘅，講啲咩歷史啊，可以穿著附會嘅啫，係咪咁？但係咧呢、這個咁嘅食住呢條水咧，香港海防博物館變成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咧，又有人咧嚇新鮮事蹟，就提議做咩咧？因為出年咧，原來是省港大罷工，一百週年，唉，咁呢個又係
另外一個嚇啊非常政治正確嘅旅遊概念啦，係咪嚇？咁咧就先搞咩？就搞講座啦，香港本土嘅人啦，加深佢哋嘅認識啦，嚇香港人啊，即係對百年香港歷史啦嚇，亦多啲認識啦，咁啊梗係認識多啲。跟內地有關的東西啦，所以呢個省港大罷工咧嚇，好巴閉噶嗰陣時咁就會出年嘅就有人建議啊，諗到條橋嗰個有獎嘅一定係，因為咧嚇即係嚇呢個政治正確，而且係最先講，咁啊攞分容易啲啦。咁而且的確確，無論香港或者係特別係內地啦，都仲有啲資料嘅，所以要展出啊，要搞咩嘢咧？呢、這個都因利成變嘅咁嚇，我就好佩服啲人咧諗得咁快啊，即係嚇。咁啊，如果諗唔到嗰個唔緊要，加入咯，係咪啊？嚇，即係你唔夠快，你咪 join them 嚇，即係加入佢哋嗰度咯，一齊做咯。係係。咁啊，變咗係呢個新年啦，新年活動嚇嚇。嚇，唔知咩月份咧？我啊，即係。大鄉里嘅唔知道嚇幾即係百週年係揀邊個月份搞咧？但係配合呢個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嘅改名啊咁咧，咁啊真係啊一條龍啦嚇！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啊識得嚇，即係個方向啊嚇，如果要諗竅搞旅遊活動嘅話咧。啊！呢啲咧就即係因利成變嚇，一舉兩得啊，既可以嚇交功課，又可以即係有新鮮感。咁啊嚇，多啲諗啊咁。不過另外一個咧，你聽下你嘅意見啦。就有人建議啊，局長係應咗啦，就話啦嚇，將九龍城寨嗰、那個個唐景啊拎出嚟俾人觀賞啊！你睇咗套戲未先？睇咗啦，睇咗啦嚇，由頭打到尾真係嚇啊！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所有人都係問我，都係我都話由頭打到尾啊，完全啊，幾乎冇一秒停過嘅嚇。但係嗰套戲唔係幾好嘅意思，我覺得係。嗰啲佢嘅意識真係麻麻地啊！我覺得係，即係嚇、啊，原來嗰啲阿姨咧，嗰啲係嚇，都係全部都冇義氣嘅，全部都係嚇係散位嘅嚇嚇，即係喺你一睇到呢啲冇乜江湖道義啊！真係啊嚇，咁但係我以為你會係欣賞咁嘅城寨四子喎、哦，真係係咪？係嗰四個就好有義氣喎、哦，但係你話、即係。哦，證明咩咧？證明啲反派好吸引你嘅，嗰啲冇意義嘅，你最上心啊！真係，你做得好啊！咁啊真喎，嗱，伍允龍咧嚇，即係做黃狗嗰個咧嚇，係，佢啊真係做得。奸到出汁喎，刀槍不入喎，一定可以會，因為我諗佢一定會提名係最佳男配角啊。係啊，我諗佢攞咧都冇人會有異議噶啦嚇。係。同埋我估唔到佢真人係靚仔喎。係。我又唔知道原來佢喺 TVB 做過城寨嘅角色嘅喎。係。咁啊都即係都嗰陣時都幾搶鏡出位嚇，幾討好嘅喎咁。係。咁所以真係我都有啲出奇，睇咗佢嗰個造型話啲飛嗰啲服飾好誇張啊！真係啊，係咯係咯，但係真人就真係斯文靚仔喎，我覺得又大喎。嗯，佢最出名就喺個戲院嗰度嚇借票嗰陣時，俾個觀眾擁低佢啊嘛嚇。咁你冇防備啊嘛係嘛？係咯係咯，失咗個重心係嘛嚇？直情係。是玩他的啦，叫他示範，然之後趁他毫無準備之下一推，咁啊，梗係擁冧佢啦，踢佢，然之後再推佢。咁但係佢又應對得好好喎，佢話呢個觀眾咧可能太投入啊，即係佢覺得即係嗰個角色咧好乞人憎啊，見到我咧就以為我就係嗰個人啊，咁所以咪唔服咯。咁咪好得睇啊，攞好多分。係係。啲人覺得我所以係現場嘅活動就係咯，係咯，嗰個係演員啊，個主角你作為一個係當事人咧，你嗰個回應咧做得好唔恰唔恰當好重要啦。你可以即時好嬲都唔定，覺得哇嚇俾人哋咁樣推。都冇曬面啊嘛啊！係啊，如果佢嬲咧，人哋就話：喂，啲農夫舞獅啊，
冇腦嘅真係嚇，頭大冇腦嚇，係一隻牛咁嘅啫嚇，淨係識打嘅啫。嗯，好啊，回應翻你嗰個係啊話今日啊新鮮出爐嘅消息咧，就話有政府考慮係嘛，就話揾地方將部分嘅係呢個係場景咧搭翻喺度，啊俾呢個嚇市民又好，俾遊客又好做打卡咁樣嚇。實證呢個咧又真係唔係一個新鮮嘅話題嚟嘅。啊！我哋啲老人家最中意講話當年啦，話當年啊，咪有套戲啊，係阿霆鋒做主角嘅，又係講孫中山先生嗰、那個嗰、那個嚇點樣點樣係講中環嘅咧嚇？嗰、那個片名叫咩名？你有冇記唔記得啦？你喺度撕殺個片名，等我就講下嗰個事。不知偉盛啊！係啦係啦，咁嗰個時候咧，導演咧係曾經咧係透過咧係同政府傾過，甚至乎話當時候咧係做呢個旅遊發展局嘅主席嘅。旅遊發展局嘅主席啊，周梁淑怡咧都有係同意啦，係不如政府揾個地方咧，係俾呢堂戲咧係拍個搭一個實景，咁亦都話咧當然咧要揾個恰當地方，同埋係可能係有部分咧，唔係全部啦，部分可以留翻落嚟咧，係作一個長時間嘅係俾市民去影打卡啦嚇，咁但係後嚟就係啦，即使有發展局嘅主席啊，係有個咁樣嘅係叫做一個係推薦又好，有個咁嘅支持又好咧，係不了了之嘅。所以呢個就係有時候咧，係政府即係而家就係我覺得唔好聽啲喂，執口水尾嘅啫嘛，真係嚇。點解你唔早啲做呢件事咧？真係嚇。嗱，呢個執口水尾咧，又要再仔細啲再傾多一句咧，就咩咧？第一。呢、這個咧係純粹係為咗呢個嚇夜繽紛啊嚇處處都係旅遊啊，即係揾啲旅遊景點有嘅興打卡啊嘛而家，所以咧嚇就個個都哇因你成便有唐景喺度咁啦，咁咧就同埋呢一條思路咧，陳婉嫻議員咧就今日喺佢專欄度寫啦，佢就喂。呢、這個好橋嚟㗎嚇，不過咧係後知後覺，遲咗啦。佢話咧，佢話根本應該係咩？即成個城寨都唔好拆，因為點解咧？佢話咧，喂，你諗下當年啊嚇，外國人嚇嚇嚟拍啊喺入城寨裏邊拍片又試過，香港人喺城寨裏邊拍片又試過，唔知你有冇睇過有個片段講王家衞咧嚇。拍呢、這個《阿飛正傳》咧，就喺城寨裏面拍咗七分鐘，即係剪埋有七分鐘，咁啊好長噶啦。裏邊有梁朝偉、劉德華同埋張曼玉。咁啊，劉德華確認咗有呢樣嘢嘅，因為點解呢七分鐘啊從來冇出現過，雖然剪咗。咁啊，王家衞咧就覺得最後唔合適咧，又完全一個鏡頭都冇用。咁於是大家好。驚嘆、慨嘆以及羨慕咧，就只有王家衞先至可以有咩魄力、有咩牙力嚇，使咗咁多錢去拍呢七分鐘啊，即係用得嘅七分鐘啦，係結果一秒鐘都冇用過，一格飛諗都冇用過，抌就抌咗啦。咁大家就好可惜，哇！如果揾得翻呢度呢個出嚟啦，即係呢個都好珍貴啦，係咪？咁有一兩張劇照嘅，即係或者係現場嗰啲記錄嘅咁。好啦，呢個第一個城寨咧曾經係有個咁嘅歷史嘅嚇，亦都有人拍過嘅。第二樣嘢就係你講啦嚇，十月圍城嗰個咧，因為係影香港啊，嗰陣時咧嚇，即係孫中山先生同埋陸君子嚇。咁但係咧，結果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就喺橫店啊，因為邊度咧就係搭景起咗。喺內地終於嚇。係啦，咁第二樣嘢就咧，亦都因為咁咧，就搭咗香港街嘅。其實咧，佢哋原本嗰個建議構思咧，就係好似橫店咧起咗故宮出嚟，就去拍親宮廷清裝或者係宮廷片咧，就喺嗰度搭啦。唔使搭，即係嗰個已經有現成啦。係啊，執頭執尾得㗎啦嚇，改下嗰啲裝置啊咁樣嚇嚇。呢個又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嘅。邵氏影城當年咪就係咁樣樣咯，搭一條行街出嚟嚇，及至後嚟咧，當然啦嚇，無線電視搬入去嘅之後咧，都常常用嗰度拍戲㗎嚇。
係咯。咁條後街啊，即係無線嗰條後街啊，我同你都去過啦，即係就已經可以即係用咗咁耐嚇，即係嚇唔知值回票價啦，又可以俾人參觀啊，呢樣嗰樣啦咁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嘅用途係好大嘅，根本就嚇。咁因為咁咧嚇，亦都因為橫店嗰個成功啊，即係呢個北京同埋故宮嚇。就原來咧，你可能唔知咧，就除咗香港話可以即係搭一個咁嘅長期嘅街景，即係等於以前嘅宋城，另外一個最好嘅例子，拍片又得，啲人去參觀又得，係嘛？旅遊又得，乜都得。咁有人話香港要做一條香港街，如果你記得咧嚇，就係葉問啊嚇，唔知第幾集啦嚇，又係影深水埗啊嘛。佢話如果你當時已經有咧呢啲街咧。咁你就好容易改一改咧，就變咗係又可以拍葉問啊呢樣嗰樣，即係舊嘅香港。咁舊嘅上海啊，周星馳嗰、那個呢、這個都大家都記憶猶新啦，功夫啦，係咪嚇？佢就喺上海呢、這個噶啦嚇。李安嗰、那個嚇、色戒都係上海噶。如果你有呢啲上海街喺度，舊嘅上海咧，咁啊大把用頭咧。咁啊，香港就有人要想做呢一樣嘢啦。你就係講咧就唔成功啦。你知唔知道另外一班人想做咩咧？想做台灣啊！即係等於台灣嘅舊街啊，即係等於香港嘅舊街，等於咧嚇上海嘅舊街。你整咗一條咁嘅咁嘅大嘅景出嚟咧嚇，大把嘢可以去拍。咁咧就亦即係好多人會用，亦都咧政治非常正確嚇，因為咧嚇係即係關於台灣嘅故事咧，如果要第時有啲咩嚇，即係好聽啲叫收買人心，或者係促進交流咧，咁咧拍多啲呢啲片咁啦。咁亦都好多台灣本土電影啦，其實就嚇。猛甲啊嗰啲咁咧嚇，佢哋都係講台灣故事啦，嚇都係好啱用咯。咁而家香港都可以係好多呢啲嘅本土故事啦嚇，去拍翻啲舊嘅景啊、舊嘅街啊、舊嘅人物咧咁。係嚇，呢啲好現成，好咁嘅用。曾經咧，李力持導演咧，曾經唔知喺元朗定邊度咧，有一個有幅地咧，又係搭咗一個係。當然個規模不是很大，都是一些香港特色的一些是街道店鋪咁樣嘅，咁亦都歡迎咧。當時佢係歡迎咧，係啲人去那度取景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度可能我哋大家都不知嘅就係咧，係原來咧係警隊啊，喺個訓練過程入邊亦都有搭一啲香港嘅景物咧，係嚟做呢個培訓嘅工作嘅嚇。哦，咁啊唔知道可唔可以開放啦？因為而家油麻地警署咧，好多人去打卡噶喎。好多係好多嚇，仲有咧一個啲舊景點用，仲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咧，就係啲長者點樣恢復翻佢哋嘅，幫助佢哋恢復翻個記憶嘅嚇。即係如果當佢有嗰個有啲係退化嚇記憶嘅退化嘅時候咧，就原來呢啲舊嘅景物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咧係去係容易啲係去接受嗰個係佢而家喺個咩處境咩地方，咁而家經歷有用科技咧，就用呢個係虛擬嘅方式咧嚇，透過呢個 VR 咧係可以令到佢哋咧係可以咧進入嚇或者回到某一個嘅係香港嘅實景咁樣嘅嚇。係啊，呢個係提醒翻佢過去嚇，即係佢哋個情緒啊嚇，嗰個心情咧係容易開朗啲啦，係咪？咁我見過老人院啊，好多都話佢特登連個裝修啊都做到好似舊街啊，係平時以前嗰啲屋啊咁咧，等佢哋都即係覺得好似生活如常咁啊，一啲係佢熟悉認得嘅嘢咁咯。咁呢一樣嘢我都最近喺中文大學都同佢哋傾嘅，就話咧佢哋咧就而家咧嚇，即係同阿蕭潮水一樣啦，即係把聲音留住咧，就錄咗好多聲。咁咧錄咗啲聲嚇，有咩用咧？第一啊，播翻出嚟咧，啲老人家聽到咧係佢熟悉嘅聲，佢又會更加有親切感啊。無論你係自己用或者係一啲名人嘅聲啦，啊呢啲係你我嘅聲，我認得佢喎，咁啲老人家好開心嘅。第二樣嘢就咧。如果你將自己嘅聲音錄咗啦，你他日講嘢有困難咧，你就可以用翻你原來嗰個聲音咧，係去學習翻啊嘛，係啦，咁咧就你變咗可以咧嚇，係撳個掣咧就可以講，即係利用嗰個錄音嚟去講你想講嘅嘢。呢個就所謂 AI 好好嘅
嘅科技嘅，因為你錄咗某啲聲音之後咧，你可以重新組織變成一個平日對話嘅嘢。因為嗰個起點係咩？就有個病人咧，佢咧嚇就開始口齒失靈啦嚇，因為做咗手術講唔到嘢。咁佢做手術之前錄咗一紮聲音。於是咧，後來咧就靠呢個重新組織聲音咧，就可以變成佢嘅説話。咁佢講唔到都好咧，佢可以撳個掣嚇，就去講到，即係將佢意思一變，用佢原來嗰個聲音去講翻出嚟，係好象徵嘅嚇。咁呢一樣嘢仲有一個好處咧，就除咗話啊，將你啲聲音現在，你又可以變成另一個語言添喎。啊，譬如你個你想講嘢同個飛熊啦嚇。咁你點樣去俾指示佢咧？你可以講咗，然之後就可以化咗佢做翻譯咗佢啊！係啦，咁即係你如果錄咗聲音咧，你嘅聲音咧嚇，你可以用好多個用途啊！你失去咗個聲音都可以繼續用，或者你將你嘅聲音變咗另外一種語言嚟播出咧，又可以咁樣選擇。咁呢種咁嘅用途啊，再去話誒寄俾人啊，同佢哋分享啊，或者咩安慰佢啊，咁好多用途，好多同咁，所以話喂，如果係咁嚇 ，Peter 同你講開，咁我話咧，第一啲長者可能對錄自己嘅聲音有興趣。第二咧就係咧，呢個係一個服務添，即係等於你留低本書，嚇講你嘅生平，你要留低啲聲音，講一啲信息俾你子孫聽，嚇都一樣得嘅。長者安老協會就最多老人家，亦都可以收集最多嘅聲音嘅 sample，因為點解佢都要好大嘅聲音 sample 咧？因為好多人有鄉音啊，啲數據庫喺呢個叫大數據庫，佢一定要好大嘅數據庫咧，識得包容咗各種唔同嘅聲音嘅變種啊，你統一翻佢，你讀歪少少，佢都識得嚇轉翻做原來嗰個聲音，咁佢就要收好大嘅數據。咁我話長者安老協會成日都收到啲錄音。啲人打電話嚟咧嚇問嘢啦，或者係啲義工打電話去問候啲老人家啦，咁佢哋嗰個交溝通啊，交換意見啊，交流咧嚇，嗰啲聲音嘅sample好大噶嘛，你只要處理咗嗰個私隱嘅問題啦嚇，咁呢個好有用嘅寶庫嚟嘅喎，咁你可以將聲音變咗好多用途，咁我又遲啲都介紹佢哋認識長協啦嚇，你睇下點樣用到呢啲聲音提供啲服務。變成一些新的產品，因為而家嘅 AI 科技咧，將聲音嗰個演變就等於而家你聽電話咧，如果有人叫你做乜乜乜乜乜，而把聲又好似你個仔、你個女啊、你個父母咁咧，可能係假嘅，可能係假嘅。而家真係啊！如果佢哋話你如果呢單嘢嚇，你講嘅呢單嘢就結啦，真係有間係英國嘅跨國嘅工程顧問公司咧，就中咗招啊！就係香港嘅辦事處嘅財務，個財務嘅係啊，就因為有人係透過，當然佢唔單止聲音添，係透過視頻嘅會議咧，就指示個香港嗰個係財務嘅嚇嘅同事咧，哇，撥咗好多錢啊，好似話冇成2亿啊，陰公真係。係咯，咁嗰個技術一定好犀利喎，呢個係咪啊？呢個。你第一以前開 Zoom meeting 咧，假嘅嗰個人。以前 Zoom meeting 就驚佢咧嚇，著上衫唔著下邊褲啦嚇，即係嚇或者咧見面啊唔見其他嘅嘢啦，甚至熄埋機。而家唔係喎，而家出現喺面前嗰個人可能係假嘅，佢把聲又係假嘅。不過咧嚇，你聽落去就好真。就完全係組合嘅，重新組合嘅，咁啊真係大鑊啦！因為點解咧？你真係虛假不分啊！真係真假不分嗰陣時咧，信唔信得過咧咁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對長者嚟講咧，聲音係一個好熟悉嘅媒介咧，令到佢情緒啊，或者記憶啊，心情啊，都會好有幫助。同埋係對於一啲嘅係即係呢個係失明人士咧，點樣去欣賞電影咧，又係一個聲音嘅旁述咧，嗰個有一個好大嘅係專才嚟嘅，真係嚇。咁呢方面咧就係失明人協會係做得好好嘅，真係。咁但係我見到香港唔係好多人做呢啲咁嘅嘢嘅啫，係咪？即係呢個好高嘅技術嚟嘅，其實都佢哋個會咧係有培訓一啲人嘅。我記得我喺港台嘅其中一個好朋友嚇退休啦嚇，就係阿唔係做話劇嗰、那個
黃吉曬楊吉曬係啦啊，咁啊係佢哋顧問。魏景華做戲好叻，阿曬咧就做埋呢樣啲，兩個都做戲㗎，兩個做戲嚇，好叻㗎嚇。最近阿曬，我收到佢一個電郵咧，就係一個 WhatsApp 咧，就話佢哋去台北演出啦。嗯，哦，係啊。哦，係啊，係啊，我知啦嚇，劇場空間㗎，演出咩螢火蟲啊嚇，好啦，翻轉頭先你講下，你話係阿黃家衞咧係個珍貴嘅七分鐘九龍城嘅《絕情債變》嘅片段啦，好可惜，實在每一個導演最完成一個作品之後咧，佢最痛苦嘅嗰個就係嗰個剪接啊。邊啲係佢拍嘅時候認為係傑作或者花好多心血嘅，但係後嚟唔知道種種嘅原因嚇，片場關係啊，或者係佢嘅係出品公司嘅關係啊，特別係喺一個海外嘅製作，譬如好似早期嘅吳宇森，喂，佢原來咧冇，佢雖然係導演，但係佢冇嗰個最後嗰個係導演剪輯版嘅授權嘅，佢得唔到嗰個出品公司嘅授權。佢冇計嘅，原來咧係有另外一個出品人，有個 producer， 嗰個啲叫 producer cut， 所以咧 director cut 咧變咗可能咧後嚟咧就要喺一個嚇 DVD 或者喺一個叫藍牙嘅係影碟嗰度咧，你先有機會見到。咁導演咧，我哋認識嘅係影視行，我認識最多就係嚇徐克啦。喂，佢係常常都拍咗啲嘢之後咧，佢話我唔要，燒曬佢嘅喎，真係。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咧，係令到內地嘅投資人咧係對佢係另眼相看，就話：哇！呢個導演對自己要求非常之高，同埋佢係唔會咧好似其他嘅人一樣咧，就話：喂，收咗第首期之後咧，就走去買車買屋。咁嗰啲人就啲投資人覺得好，梗係好唔開心啊！大佬，你係咪攞我嘅製作費去過你自己奢華或者你嘅豪華生活？唔會嘅。監製導演徐克咧嗰個聲譽就係你俾$100佢俾足$120你嘅，即係佢唔會將你投資喺度拍戲嘅錢咧用作其他用途，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佢好嘅聲譽啦，變咗佢喺內地好吃得開啊！呢個除咗因為佢亦都係好多時候咧係開好多新片嘅片種嘅潮流咧係由佢帶動嘅，咁。掉喺套戲入邊係完成之後咧，掉走七分鐘嘅片段，講得唔好聽啲，喂濕碎啦，真係係真係啊！無論香港片又好，係荷里活片又好，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嘅出品都好咧，真係噶。所以點解後嚟先至常常會有導演版嗰樣嘅出現啫嘛？就係、是、啊，若干年之後咧，係會有啲有心人啊，係得到啊，當然咧一定要各方面嘅授權，而又。當年咧係可能係剪走咗嘅，又係當有一個保存喺度，可以能夠再復睇啊！真係嚇。嗯，嗱呢個咧就你講咗呢個咁嘅現象啦，就又勾起我，因為啱啱睇咗幾個資料咧，好得意嘅就是關於導演啊，係嚇導演嗰個唔止係剪接權啦嚇，話事權啦，應該簡單啲講。咁咧就係嚇，即係引起咗好多問題嘅。咁有幾個導演都有好唔同嘅經驗嘅，或者陣間繼續講啦嗱。因為點解咧？其中涉及咧第一叫周國祥，佢嘅三體，佢咧係拍。這個 Netflix 呢個三體咧，佢有咩體會啊？即係佢作為一個導演啊，因為咧三體咧同 Netflix 好多片都一樣咧，就好幾個導演一起拍嘅。即係一個故事，但係咧嚇，譬如八集第一季咧嚇，係有唔知三個導演定幾個導演拍的。哦，這個模式已經係好多迷你劇集都係咁做㗎啦，都係一定係唔係單一導演㗎。於是佢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咧，佢有咩感受咧嚇？即係喺話事嗰方面，咁我睇咗一個佢訪。問我覺得非常之有趣，係，咁啊，依家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嗱。剩翻一分鐘，等我咧係又做又清算當年嘅旅遊協會啊，唔係發展局啊。咁咧，佢咧，我有一年咧就係去做義工啊。咁啊，幫一啲嘅中學生係暑假嘅時候咧，就係做一啲活動。咁當時候咧，啱啱嗰套咧就有套叫唔知你記唔記得，有套叫話《忘不了》啊，就有套係劉青雲做嘅電影嚇。咁啊，就係做小巴司機嘅。咁啊，由西環揸到去筲箕灣咁啊，好有趣嘅。袁詠儀做女主角噶嘛？唔係，張咩啊？
張曼玉唔係啊，唔係張曼玉，係霆鋒嘅前妻啊。系系系，張柏芝。系張柏芝，張柏芝嚇，咁好感人嗰套戲拍得好好。咁因為佢經過咧個橫，即係橫跨呢個東西嘅香港，經過好多地方。咁當時候咧，我哋嘅工作坊就咁嘅，就係、是、請呢啲青年學生咧，為海外嚟嘅係朋友咧，你點樣用電影嘅片段咧，要講明我邊一個電影，我邊個位置嘅，設就計一日咧，一日嘅行程啊。嗯。咁咧，於是乎有好多唔同嘅同學，就有好多嘅心血擺出嚟咧，咁於是咪有好多就唔同嘅線路咯。咁咧我就知道咗旅遊嗰當時嘅旅遊協會咧，係喺海外曾經出過一個咁嘅旅遊嘅地圖嘅，就話嗱邊度咧就係喺新加坡派發，就話喺邊度拍過啲咩戲咁樣嘅，實係好嘅。喺外國都有啲書專係咁樣介紹。咁我就同佢哋講：喂，嗱呢班學生有嗰啲心血，你可唔可以咧係諗下將佢哋嘅係設計咧，擺落去你哋一個咁樣嘅宣傳嘅材料，冇人睬我哋啊，橫鴨啊，真係你話幾即係啲幾萌塞啲人真係。咁佢即係佢原本已經有啦，有咗。唔係，佢曾經喺新加坡發過一個咁樣嘅係旅遊嘅係地圖嘅，但係當時佢答覆我咧就話冇啊，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嗯，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人就真係不長進，同埋真係就係呢啲人咧，就真係傷害咗我哋香港嘅形象咯，真係嚇。嗯，好嗱，我哋休息咧，就翻嚟再講幾個導演嚇佢個話事權嗰個經歷啦。好，一陣。